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江西鄱阳县的鄱阳湖。这个鄱阳湖可不得了，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。但是啊，它不是第一大湖，那第一大湖是啥呢？就是青海湖。但是呢，青海湖它是咸水湖，所以说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。哎，可绕死我了。那来到鄱阳湖呢，咱一定要尝一尝湖鲜，是这里的特色，那非常好。那吃湖鲜呢，最好的选择就是来离这湖边非常近的小村子。那这里有一个村子叫做虎山村，这个虎山村呢有非常多的农家乐，尝一尝来自鄱阳湖的美味啊。鄱阳湖，真大呀。这个村子最多的就是狗，还害羞呢。哎，大叔，你这种的是啥东西？茄子、辣椒。哦，茄子、辣椒，这个是啥？韭菜。韭菜，哎，对。哦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自己的地，太棒了。种菜嘛。你们这环境是真好。你们这经常吃的一个菜，就那个藜蒿，那个藜蒿现在是也是。我现在藜蒿现在已经老了。老了是吧？哦，就三月以后就老了。不能吃。哦。现在一长了。那这个边边能看到那些藜蒿吗？这里没有，这个那个白色的。哦，在那边是吧？那边。哦，挺好。你明天坐船到那个外湖去看吧。哦，外这里是内湖，到外湖。这是内湖的，那个白色的，那个外湖好看。扛着那钓砍鱼了，我扛着的了，啊，我扛着这砍鱼吧。沿着湖边呢，一排过去有非常多的鱼庄，就是农家乐。今儿呢，咱吃这家，叫做湖景楼鱼庄。走。哦，鳜鱼是这么小的现在？啊，这个小的好吃的，吃起来这个要很嫩的。这个最大的是胖头鱼。最大的胖头鱼。鄱阳湖里头的特产有100多种鱼，但这里呢，当然没有了那么多。看这个。哇，这个个头最大的，这个叫胖头鱼，但是呢，我们两个人是吃不完的，所以没要这个，要的是小小的鳜鱼，来看，就这些，小小的鳜鱼都是那么大的，所以呢，这种小鳜鱼就适合炖清炖。这里还有泥鳅、黄鳝，还有黄辣丁，但是啊，一定要吃就是当地特色的小龙虾，因为这里呢也产小龙虾。最想吃的还是鄱阳湖的大闸蟹，哎呀，这个季节没来对，这要10月份以后来才能吃大闸蟹，现在是连个蟹毛都没有，那只能尝一尝小龙虾。这就是生长在鄱阳湖边的藜蒿，就这样，它其实就是一种水草。这个是前面的叶子，上面有点叶子，但主要吃的呢就是这个杆儿，非常的脆。看，来，不是这个有点老，这个有点老。看，这个就很脆。十大赣菜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就是藜蒿炒腊肉。Did it.
啤酒鸭、小龙虾、清炖鳜鱼，这个是藜蒿炒腊肉，这个呢是银鱼炒韭菜，这全是来自鄱阳湖的特产。这就是桃花流水鳜鱼肥的鳜鱼，你看这汤汁白白的、黄黄的，非常浓。鲜活的鱼直接清炖，三条咱先来一条，因为它这个鱼不大，所以说呢我就整条吃了。看看这细腻的肉，哇，嗯，非常的紧致，没有啥刺儿，哇，特别香，加了很多辣椒呢，这个皮吃起来辣辣的。再尝尝这个辣椒，都说江西人能吃辣，刚才我和这个老板聊了一下，这个大叔说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啊，哎呀，这个辣椒，这大叔骗人啊，说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么吃辣了，因为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，现在哎，人都吃的清淡，这不骗人吗？哎呀，辣辣辣，来鄱阳湖出发之前啊，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鳜鱼，现在送入口中的那一刻太激动了，再沾点这个汤汁儿，这个鳜鱼呢有很多种叫法，很多种名字，但最常叫的就是鳜鱼和鳜鱼。哎，这不是同样的发音吗？错了，但字儿不一样，一个是桂花的桂，还有一个呢就比较复杂那个。这两个有啥区别呢？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点啊，这两种呢其实是一种鱼，都是这个鱼，地方不一样，所以说这个字儿写的就不一样，但是音是一样的，都是桂鱼。既然这个桂鱼这么好吃，而且还辣辣的，加了那么多辣椒，所以说呢配米饭应该是最好吃。用啥配呢？是用汤，千万不是用肉啊。看，哎呀，这个盆儿就这么吃吧，反正想来点汤，哇，这个汤太浓了，然后再来一条鱼，这么吃才美味。洒脱是不是？有啥往里一放，你看，要不然碗太小，这条鱼都放不下。说实话，这个汤汁啊比这个鱼还要好吃，因为所有的精华全到了汤里去了。还有点姜片，这里还有点辣椒，然后就是这黄黄的汤汁儿。嗯，哇，它能不好吃吗？藜蒿炒腊肉这道菜呢，腊肉一定要切成这样的丝儿，非常的小，有的甚至切成末，而且呢都是肥的。看，太腻了，给你来点米饭。就是因为藜蒿本身就很素，所以说呢不能加瘦肉，一定要肥肉多一点，这样才吃出来油香油香的感觉。这就是藜蒿的植物香味，还有腊肉的动物香味，两个香味一混合，哎呀，特别美妙。其实这个藜蒿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做法，但是呢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和腊肉，它是绝配。现在阿星来吃的这个季节基本上是最后，因为当地有一个谚语是这么说的，一月藜，二月蒿，三月四月当柴烧，意思是三月四月以后这个藜蒿它口感就没有那么脆，没有那么好。哎，那有的朋友就好奇了，说那我明明十月十二月我就来吃啊，感觉也挺脆的，你这是胡说。哎，朋友们，大棚种植技术了解一下。其实现在吃到的有很多也是大棚种植的，但是咱今儿来的啊，吃的还是这最后一茬比较好吃，野生的鄱阳湖的草，江西人的宝，吃的就是这个脆劲儿。哇，这个菜是越吃越上瘾那种感觉。如果你非常好奇这个菜到底是啥味儿呢，大家吃过茼蒿没有？它和茼蒿味道差不多，但是呢口感是完全不一样，吃起来呢有点像晒干的脆萝卜干那种感觉。再尝尝这道菜，银鱼炒春韭，刚好是银鱼的鲜味加上韭菜的这种生鲜味，吃起来呢有那么一点点像，就有的地方包那个包子，然后里边韭菜和虾米，有那么一点感觉，但是还是不一样，因为银鱼这个味道更鲜一点。这个银鱼全国很多地方都有，但是呢这片水域啊产出的这个银鱼质量非常的高，特别好吃，也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特产，古代都很有名。那古代呢把它叫做白小，我估摸着当年李白啊来到鄱阳湖吃了大闸蟹，做了一首诗，这杜甫呢表示不服，所以说呢杜甫就做了一首诗，讲的啥呢？就讲的这个小小的银鱼，它是怎么形容的嘞？白小群分命，天然的二寸鱼，细微沾水足，风俗当元书，香啊。蘸点汤汁儿，嗯，吃起来肉质没有那么柴，有的地方的鸭子吃起来感觉会那种像撕咬感，这个还是比较嫩的，可能鸭子比较小。江西人特别爱吃鸭子，那各种各样的萍乡的莲花雪鸭，还有就是这种啤酒鸭，还有很多地方的那种鸭煲，什么干锅鸭呀、麻辣鸭的很多很多。这盆鸭子，看着这个鄱阳湖的水域，我能啃一下午，太美味了，有滋有味儿。
江西人做鸭子一贯的特色就是剁的稀碎，你看没，这肉非常的小，就很小的颗粒，这样子啊它就更入味一点。哎，最后压轴了，再尝尝鄱阳湖的小龙虾。这个鄱阳湖啊，小龙虾它是一个产业，在这里呢是虾稻共生。那离这不远呢，有一个村子就叫做稻虾村，那里啊有一个小龙虾交易基地。哎呀，看来啊这儿的小龙虾也是非常好吃，咱赶紧尝尝。除了虾之外呢，还有一些肥油、肥肉，为了增加的香味，特别的小，不是很大，但是味道不错。这一盘鸭子，一盘虾，就在这看着湖，你这别说一下午了，这一天都可以。看着这头的肉质，再蘸点汤汁儿，感觉一口下去这个壳都碎掉了。来到这儿吃饭啊，最讲究的不是味道。你看阿星探店去了那么多地方，我最喜欢的并不是那种城市里的饭馆，还是喜欢这种农家的感觉。每次来到这儿呢，吃完饭我都感觉，如果我要住在这儿该有多好，看一看美丽的鄱阳湖啊，有一块自己的地可以种点蔬菜，然后再有一个自己的小房子，哎呀，这种感觉太棒了。哎，但是没办法，咱吃完饭了还是要走。好，那就这样。